在尼斯的第二天，我们去了圣保罗山城，还有一些尼斯的市区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们去了夏卡尔的墓园。这里是我们来看夏卡尔的墓园，大门的一个画家，他的画很温暖，准备一个尊敬的心。然后我又放了一小块石头在上面，啊，可能这是一种在这边尊敬的一种表现吧。这个墓园已经800年了，就是意思就是从13世纪到现在。那边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天空很开阔，应该是我去过最漂亮的墓园吧。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鲜花，不同人放在那边的祝福。其实在我的那个人生中第一支 MV 就是什么让我变成你，里面其实有夏卡尔的画。6年过后可以来到这里，有一种注定的感觉。后来我们到了山顶的教堂，然后还有跟当地的那些市集买了一些水果。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里，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度假的感觉。放不下的过去，尽管你我早已有太多距离，最想念的人啊，离开后的你在哪过，希望你找到你要的宽阔。不太一样风格，都很美，但如果想要不想要爬山的话，就会选择来这里。我没说出留下你的理由，离开后的你在哪过，希望是收留了你的寂寞，每当你疲倦的时候，是否会想起我脸上的笑容。所以真的看这地图会看懂，你看不懂啊，我是路痴。电影叫做《爱在00后小时》，清晨到